广汽上市后，那个股价的表现还不错，而且呢，公布的上半年业绩也是表现的比较理想。不过呢，因为今年度呢，在内地的那个汽车行业来讲呢，库存呢持续的上升，所以我觉得应该对于今年度那个汽车的产销量未来不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增长情况，所以广汽有机会就是上半年度的那个销售量已经达到高峰，下半年有机会就是放缓，所以我觉得在憧憬就是上市，还有就是上半年业绩做好之下，这些因素已经在股价里面反映了，所以我觉得后市应该有回吐的一个压力。